下面我通报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情况及健康提示。4月25日16时至26日16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2例，其中确诊病例21例，无症状感染者1例，朝阳区9例，房山区7例，顺义区2例，昌平区2例，丰台区和延庆区各1例。